杰表演的《白杜丹飞越的彩虹》，天空之城载着你。雨杰说，当我还是幼儿园的学生时就开始学习钢琴，但在今年初我选择了学习长笛，因为我发现学了长笛就可以随地的带出去和朋友们分享音乐，演奏乐器这件事不再受限于场地。长笛的轻巧好携带，让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想要演奏时即兴的演出。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演奏的曲目是《百慕曲》《飞越彩虹》及《天空之城》三首曲子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